Thank you. 首先我在这边的生活是挺好的，挺不错的。只是说我刚。想家，所以排出一个完整的34场比赛的机制。因为腰额部真是够硬的。对，推呀。刘越给力量小了点，腰额部得领一下。底带再加速，角度比较小，打球进了。比赛胜负悬殊，现在已没了。大学3-0，奥德布。他还利用节奏的变化呢，让后卫小球破门开门，躲过张俊哲。感觉刘越这脚球啊，有点小。但如果大点的话，奥德布甚至都不用降低调整。左脚挑人进的，奥德布进的。
奥格布进是奥格布进的吗？左脚进的。我一点都没有奥格布。那的三分钟时间是啊，足球上就是这么风云突变啊！先看看奥布这个点球，骗过门将。一方面呢，恩比亚去了中超，哎，另外一方面穆奇回呢，头球，哦，球进了。好球了！这么扩大，补射，球进。前面呀，都打完之后，两个人都在愣着。漂亮！看看朱志文，连着护裆，哦，漂亮！丁俊晖要不要过来了？大刀子出手，再来一刀一飞，狂射成。打得还不错，球还打得还不错，最后他们还是拿下。漂亮，但是奥格布说走你。哎，是奥格布追。奥格布，哎呀，没停下球，再追的时候只能到边上去拿球。对方两个人上来争夺，奥格布过一个，过两个，到禁区里扛倒地，角球，裁判员给了一个角球。那个反击，帕尔班刚才没有把球分出来，而自己尝试强冲，最后这个球权被莱万尼断。倒下了禁区，有了，有了，点，李宗瑞他转身做什么？过顶，找个布，停一下，面对防守，左脚射门，出了空，下来，脚抬起来，布啊，这是做找个布，我自己来的。相对节奏慢一点的啊，在突然之间加速，两名外援之间的撞墙配合倒在了禁区线上，还在继续倒地点球。这一手啊，在马尔康球已经不在脚上的时候，防守队员就已经犯规了。到奥德布呢，相当于去
漂亮，需要自己来了，这还有呢，好个不错，展示了两个外援，两个配合，好个不啊，你一个人面对三个人，像是好个不，来看看你们的纠缠防守，哇，这过得漂亮，好个不，这完全是个人能力，还在护球。变身了，防守的人要注意啊！奥格布非常的灵巧，给过来，罗森。真的一个对，但是研究球员自己的特点，因为他这一次接到球，这球传的不错啊，直接打对门将，球过来到右边再传，奥多布没有越位，漂亮，他的特点啊，邓卓翔在包抄，邓卓翔说能不能拿到这个球？